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啊，云公子你好。欢迎大家收听个公子博啊，93集啊。系啊。我哋上集就讲咗我又讲一啲香港漫画嘢啦，跟住你又讲咗一个Tesla 黑衣嘅问题啦。咁啊讲车，咁啊真系 sorry 啦，我呢世人啊同车冇乜缘分。系啊，即系自从好后生嘅考过两次呢个笔试肥咗路之后咧，跟住都冇考啦。哦，你冇考过牌嘅？咩啊？即系你冇车牌嘅？冇车牌噶，你唔知嘅咩？我唔知啊。系我好后生去考过一次笔试，咁啊肥咗路，咁啊即系啲人就觉得好奇怪啦。个学霸嚟噶嘛，咁啊跟住点知第二次考笔试咧，过咗半年再考咧。竟然出嚟又肥佬，我自己都唔好意思讲俾人。但系你去读嘅咩？你有读过嗰啲嘢噶咩？我有读噶。我记得嗰阵时好似临，我第一我好似冇读嘅。系。跟住以前个市场咧，临入去之前咧，有个叔咁喺度卖啲类似啲题目俾你咁样嘅，知道晒答案咁样咧。系。你睇嗰份嘢就系、是、好似系就系考嗰啲嘢。我讲俾你知啊，我今个星即系我哋录嘅时候系8月11日啦。咁我其实8月9日呢我係考咗一个保险中介人嘅 paper one 嘅试嘅。我唔係做保险我即係个理由就係、是我唔知咩同你讲啦，总之有个人就都係我哋啲合众会啲朋友嚟嘅。係。跟住佢呀同我讲喂考个试啊，有啲嘢想搵你帮手啊。个搵我帮手意思唔係叫我做保险。係。我就唔会做保险嘅。咁可能我将来会做，但系我就唔会做。依家亦都唔得啦，因为跟住佢俾咗啲嘢我读啦。咁我真系认真读喎。咁啊，真系我有认真读喎。咁咧，跟住嗰日去考试咧，就1:30开始考。咁啊，同场咧用电脑考试嘅，去湾仔嗰啲职业训练中心。咁我当然系最老嗰个啦。咁啊，跟场又有10几个后生仔一女啊咁样。啊，有啲好特别嘅。考试嗰时咧，发现有好多人系讲纯国语，嗯，而佢哋出示嗰个身份证明文件咧系护照，系啊，即系佢哋应该系国内嚟考香港呢个中介试，系啊，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咁啊1:30开始考试，咁啊2:00就可以交卷噶啦，咁咧原来大部分人咧2:30就交晒卷嘅，系就交晒。咁呢我就由1:30好认真咁样呢就做到2:09。係。即係做咗唔係做到3:30。做咗1个钟做咗个半钟，佢有2个钟头考试㗎嘛。係。我就做咗1个钟头45分钟，我认真做。咁呢亦都有个复合。即係佢有个位置就係啲 multiple choice 你揀咗你咗旁边 kick 个掣將佢成个黄咗。你可以复合。跟住我又复卷啦，咁唔清楚嘅地方又坐喺度认真咁样谂啦，系啊，咁啊跟住最后都满有信心地离开啦，咁啊举手，咁啊跟住就交卷啦，咁啊一交卷就知合格定唔合格噶嘛，系喺嗰个画面度电脑度睇到系啦，结果一交卷去个侧边个职员一 kick 入去，下低就弹咗不合格咯，咁就我系最喺市场最迟一个走，其实呢件事对我影响系好大。即系你有打击嘅，你觉得？我极度打击，系，因为我系认真做。咁你话，但我系咪？你话读得系咪好熟就唔系咯？但我想问一样嘢，嗰啲问题系唔系深嘅？即系嗰啲深系概念上深啊，定系好低能嗰种深啫？即系好似嗱，即系好以驾驶嗰个测试为例啦，嗰个笔试嗰啲叫低能深啊嘛。系啊，即系原来饮醉酒驾驶最高刑罚系几多咁样？吓唔系嗰啲，唔会咁样问你嘅，即系会问你下面有几项系描述呢个风险 ？A 一二 ，B 二或三 ，C 一二三 ，D 以上皆是嗰种咯。大部分都用呢种方式问的，即系概念上嘅嘢，唔系啲低能嘢嚟嘅。系啦，唔会直接问你喺、okay. 香港做呢个保险人咧，最低嘅要求系几多 ？A 2000万 ，B 3000万 ，C 4000万 ，D 5000万，唔系咁样嘅。唔会叫你，唔会即系最低能嘅题目就系呢啲啊嘛，叫你死记个数字，其实冇意思嘅嘢啦。唔系，咁、okay. 就其实大部分都系我做。咁我明白你嘅打击嘅边度嚟？我嘅打击系啊，好好大件事。咁啊完咗之后，咁啊我个 friend 仲喺下低接我啦，跟住话搞掂啦我。
跟住我同佢讲，我话喂 ，I'm so sorry， 我肥咗啊。咁佢又系嗰啲咯，吓、啊，即系嗰啲你都冇可能咯。讲咩啫？你咁样肥就肥噶啦，咁真系肥咯。仲有一样嘢，我唔系 hea 你啊嘛，我系认真搞。即系我临去考试之前嗰两日，我都成日望考嗰日就一点半考，我朝头早九点半起身喺度读书添。我谂我已经冇咗一个能力啦，系咪啊？即系系唔系？不过年纪大咗，真系会差啲嘅，吸收新嘅知识。你唔好改句说话好唔好啊？系咪系？即系，但系我其实咧有样嘢好惊，你唔好再讲，我要闹你嘅。我心里面我都唔敢讲出嚟啦。我唔系我讲出嚟，我就惊自己年纪大，你呢个系都要踢爆我。你要讲呢样嘢出嚟，你先至去面对佢啊嘛。你要去正视个问题。即系我成日都好惊一样嘢嘅。即系而家有时我帮我阿爸阿妈整啲嘢咧，即系通常就系嗰啲 WiFi 啊、iPhone 啊、电视盒啊嗰类型嗰啲嘢咧。系即系有啲好概念上嘅问题。即系其实佢走出嚟个画面全部都中文嚟噶嘛。哦，即系如果你有咩问题，你应该揿呢个啦，揿呢个之后你可以整啲咩嘢？全部，我、哦、其实全部都中文，点解你真系睇唔明嘅咧？佢总之我睇唔明啦，你帮我搞啦。咁、哦，我搞唔系问题，但系你要概念上要知噶，即系点解你而家博唔到嘢？因为你要博 WiFi， 咁点解你要博 WiFi 啊？咁你就有概念，你先要知自己整啲咩嘢噶嘛。但系佢哋已经系好唔想再去理啲咩嚟，即系帮我搞咗嚟算数啦。而家将我归类，你嘅想。即系我唔系话你嘅，我话我好惊嘅一样，我成日当佢哋整呢啲嘅时候咧，我就好惊佢自己入边咗呢个咁嘅人。唔系，咁我呢点我都认得，即系好认同你嘅讲法。咁但系出嚟唔合格嗰下打击咧，真系几大。即系我会觉得，嗱，讲翻先，系佢嘅 percentage 要去到七成嘅，系即系唔系五成嘅，系好啦。咁我又问一个问题，咁啊出嚟啊同我 friend 咧嚟倾偈啦，我话咦？点解佢哋咁多人半个钟头就走嘅？因为你死背咗个答案，梗唔系啦，冇得背噶嘛答案。系咁点咧？话咧佢话俾我听咧，原来啲人唔系嚟考试嘅。吓、啊，咁嚟做咩？我话你要$250噶考呢个试，有啲咩人头费嗰啲嘢？嗱，原来个真相咧就系、是，原来佢哋入嚟背题目嘅。即系咧，各大保号咧，佢哋会有啲人，即系我哋呢啲嘅非正规噶，即系我系真系去招聘啊、签约咁。系，但系如果你真系去招聘啊、签约，即系佢哋公司会希望你都尽快考晒几张 paper， 佢哋咧就会有啲内部嘅题目俾你嚟做嘅。咁咧，但系啲内部嘅题目，因为个考试系保险监管局嘅，就唔系啲保系啊。喂，但系其实呢啲咪嗰啲美国公开试咁啫嘛，你背唔到噶喎，理论上。唔系，即系，但系因为佢可能有冇佢，你可能要答36条题目，但系如果佢500条或者500条咧捞嚟捞去，你点知出边条？依家就系佢哋就系话佢哋会捞嚟捞去咯，咁佢哋系入嚟专登系亦见啲有啲新嘅题目就背咗出去咯。啊，咁啊喺佢哋嗰啲网页嗰度俾人做 practice 啊，或者嗰啲人真系去考之前就翻学翻一日嗰日咯，即系我嬲尾就咁样讲俾我知。都正常，系啊，所以佢依家问我会翻学，我谂下先啦，即系佢对我个打击都非常之大嘅，即系我都唔知点样讲，好难受。希望你话斋唔好去到咁快到大嗰个年纪啊。唔系有出成就，不如咁讲啦。其实我觉得咧，有时系个兴趣问题。系，当然啦。去到某一个年，即系我成日好惊啲人讲咧，咪成日都讲话啊！你最紧要做人，好喺嗰个comfort zone 里边，系你要跳出个 comfort zone 点点点点点。系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人追求喺个 comfort zone 里边好正常嘅事嚟噶嘛。系咁你梗系想舒服噶啦，或者你点制造一个你舒服嘅环境去做你呢个舒适圈出嚟噶嘛？你成日就嗱，我觉得呢样嘢合理嘅。你同个后生仔集系啦，十零廿岁、廿或者廿零、卅岁嘅，讲下你跳出你呢个工作，你呢份工冇前途，你可以点点点点点。喂，大佬，我去到40-50岁，我做咗呢行做咗咁多年，我又唔系冇成就嘅话，你无端叫我出乜鬼 comfort zone， 唔通我间茶餐厅咩扑街，系咪先？唔，通常你讲呢班说话，对一个40-50岁嘅人嚟讲，咪叫佢开茶餐厅咯。是啊，咪真系夹粉开食肆咯，跟住输啦嘛。系啊，佢就通常呢啲，
即通常我觉得你去到某一个年纪，你定咗自己个舒适圈之后咧，就系、是、你想要嘅人啊嘛。系。咁通常你点解会跳出个金花松？你唔系跳，你无端端跌嘅，因为有因为某啲事发生咗，令到你唔再喺呢度里边。系。咁你系被逼噶嘛？你个字要去适应啊嘛。系。咁你咪你梗系要有能力要适应呢啲嘢啦。但系冇理由你真系喺呢个舒适圈冇必要要跳出嚟，你无端跳出去。唔系，咁你亦都解释咗我今次唔合格嘅理由啦。就学你，其实我就唔系，我系冇动机噶嘛呢件事。系啊，即系你冇个，你冇个 drive 去点啊？你系有晒时间去读，但系你嗰啲冇兴趣，都唔知做为乜读。系，咁你咪咁样。即系其实我老实讲，就当然啊，动机系有嘅，但系个动机就唔系话我要转工。即系如果唔系，我话点啊？下个月要翻份新工，要考呢个试都有粮出。我同你讲，我100%合格。咪系咯，即系你无端端攞，你考的士牌考嚟做乜嘢啊？冇啊，你谂住嚟傍下身咯咁。屌，咁你都冇心机去听，都冇心机听啦啲嘢都。喂，讲起的士牌好大镬，你知唔知啊？我听到都怕晒啊嘛，话唔系啊，跌破四球啊，系咩？系啊，正常啦，正常。你但系问题系有一阵人，我亦都识人啦。咁啊，你知疫情嘅时候都好差噶啦。咁啊，即系生意要差，咁啊，但系都倾向于四球几啊，甚至上过五球嘅。咁咧，跟住去到疫情嘅尾声咧，曾经有一阵咧就发话咁样讲，就系话嗱，疫情收翻完啦，2023年系上半年就点啊？即系依家改啲说话，当年系讲紧2020年嘅事啦。咁啊，跟住又话喂，疫情完噶啦，咁啊通翻关噶，的士牌会大炒一转。咁所以有啲人就跳落，好多人咧就据我所知咧就入咗市嘅，亦都不乏城中嘅好多名人嘅，咧就佢哋入市嘅方法就四五个数嗰啲啦，系啊，我简单啫嘛，你20%咁你咪赚三四球咯，一次过，系咯，好多人都会咁做，同埋你应该知嘅，的士系卖菜嚟噶嘛，卖咩菜啊？的士牌系卖菜，即系佢又唔使私生审查，乜都唔使，系啊系啊，喺度，即系好似你咁样，买得啲票。或者托现金嚟得噶啦，我理得你平过啊，吓，即系呢个系一个几好嘅炒卖工具，即系我唔好讲咧洗黑钱嗰啲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炒卖工具，你咩都唔使，即日亦都攞到，啊，即系吓，咁亦都个按揭亦都一定同你做到，因为本身个价值喺度，咁啊好多人入咗局咯，咁依家就跌破四球，领晒嘢，领到阿妈都唔认得咯，咁亦都系讲翻就系原来复常嗰样嘢就系、是。一来啦，二来其实的士我有朋友系就系做屋企做的士噶嘛，系即系拎住好多大扎皮嗰啲咁样啦。咁啊，但系就实在就我同佢倾过几次偈，我都觉得冇乜嘢好倾。即系我问佢电车做唔做到，做唔到，系做唔到，一句做唔到。系啊，冇位啲，系啊，你知啊，系个位啲，冇可能。车队做唔做到？唔谂，冇可能，冇可能，冇可能。系啊，唔系咁好简单啫嘛。咁屌，所以你问我，我净系听到话霸使啊嘛，百蚊一嘢使啫，你咪唔捻到做咯。唔系，因为我真系好惊搭的士啊，香港长又话长，短又话短。以前我住黄金海岸嗰头啊嘛，上亲的士，我试过真系啊，喺中环上的士，暗暗沉沉埋上，去到尾部，屌你落车，换我见到个多的士啊嘛，我想你落车，我你唔好再错啦，我唔到，我费事听你会。讲到入去入嗰条，你就我讲紧暗。喂，你而家讲紧你喺中环入黄金海岸喎？系啊，喂，暗乜嚟嘅？长咯，入到去里边冇车出翻，我自己出翻嚟，因为暗暗沉沉喺度讲。哦，系啊。咁我到尾科落嘅，我落咪我转第二个车，我都试过，都试。即系喂，你长又长，短又短，屌搭二三百蚊车，俾500蚊你又话冇钱走，系。搭三四十蚊，你俾100蚊，你又话冇钱走样？搭29蚊，找钱嗰时啊，黑口黑。嗱，呢啲我冇所谓嘅，你嗱，屌，我都话知你33蚊，我俾40蚊你，你唔好烦。系，你有礼貌，我都费鬼事同你拗呢啲嘢。但系你唔好好似我，屌我俾钱你要受你气咁样噶，你咁唔信超咪捻好做咯。系啊，好多钱。你有冇？即系你最惨烈嘅情况系点啊？咪嗰啲咯，即系上到车暗暗沉沉同你讲咯，短又嫌点长又嫌长，系做乜嘢啫？我最惨烈嘅情况咧，就是、我都有少少成世人都记得嘅，应该都系十几年前嘅事啊。系一次我唔记得咗个路途系边啊，长途嚟嘅吓，即系我谂又系嗰啲啦，学你话斋，去到嗰度佢又觉得冇下架之类啦。系啊，佢咧就上捻到个东朗嗰度咧，就踩到百鸠几公里，
一路踩咧就一路亚支亚坐，即系你明噶个咦暗暗，就开到好捻快，跟住咧就喺度越线啊、爬头啊，跟住我咪同佢讲咯，喂喂喂，你唔好开咁快，我又唔鸠你我、啊，继续咧即系喺度发泄啊，你明唔明啊？跟住我心，哇，我做乜嘢啊？我俾条命嚟教飞，我真系想揼柒佢啊！即系嗰阵我就有啲咁嘅，即系遇到啲咁嘅事。会即系其实咪咁咯，跟住你坐架车，我试过就系搭去机场嗰阵时，仲喺望一望我头住。屌你接咗支机场旗啦，仲睇个手机度三四部揿下揿下帮人哋接，即系佢做站头分单咁，好似喺度你做乜嘢啲？我心谂喂，你睇揸翻车好唔好啊？即系我的第一的士服务真系差嘛，香港都算差。系啊，你话白我呢度坐唔知几舒服。即系唔识讲，即系唯一系我唔识讲，麻烦啲啊！但系你都沟通到嘅，起码都即系我起码翻屋企先啦。有笑容嘅你日本的士，嗱有笑容冇笑容，呢个白冇笑冇所谓啦。反正就系、是，总之我落车，我中意俾嗰啲好似八达通类似咁嘅嘢又得，我中意俾用部手机俾钱又得，即系你唔使要俾 cash 就找翻扎神沙俾你。咁你呢啲嘢好基本啫嘛。咁所以我成日覺得香港電車你話而家的士牌跌咧，其實我覺得咧應該咁做再落。政府講咁多嘢嘥鳩氣啦，即係其實到最尾咧都係要靠我哋國家嘅支持嘅，揾兩間大啲嘅的士公司嚟到做電車，仲用淨係用電車嘅啫，只可以。係。咁跟住出個另一個 class 嘅的士牌，就淨係俾依間公司做即係電車，或者呢個電車可以做嘅。咁玩高四蚊扑街咯，四百万使咯，塞咗你海水。你够胆？你而家你觉得而家得唔得啦？你够唔够胆咁样去做啦？嗱，你咪做咯，可以咁做噶。啊，随便做。我话俾你听，就系、是、咁简单啫。我同嗰个朋友讲，佢喺信啊嘛，之前咪搞嗰个过海嗰个贴纸嘅。你知唔知搞到镬足咁噶？其实的士司机系嘈到搞唔掂啊嘛。跟住我话，喂。唔啱喎，咁你不如发起搵几十架的士去围住运输署把手咪得啦。系系啊，咁佢焗住要做嘢噶，咁先有人讲噶嘛。你而家都冇人知，我话仲有，我话你知唔知你班人要扑街啊？边个人中意你嘅啫？冇人会帮你写好你噶嘛？你即系全世界都咁憎你嘅，咁你话你唔做啲嘢，边个人理你啫？你咪围住运输署冇人阻，冇人会。如果咪咁，你先收到报纸啊嘛？我话嗯。佢话：我惊国安法喎，嗱，你系啊，你争取保护自己嘅都惊国安法，你够唔够胆收洪水啊？系，你够胆你咪抗的士就收洪水咯，即系我觉得系咁啦，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即系你到最尾又话我哋，你不嬲都系话我哋夹硬嚟噶啦，你不嬲话我哋夹硬嚟噶啦，喂，叫你整车队又话唔得，叫你转电车又话唔得，咁而家我咪整俾你听，咪点为之得咯？咁我咪整个的士，整个新嘅的士牌出嚟，净系电车先至可以申请噶啦。咁你咪又整咗出嚟，你又真系申请，嗯，咪又咩？你俾翻 book 计去申请系咪先？系冇啦，我就由一个新牌嚟嘅，就系俾呢啲新俾 grant 俾间大陆公司做又好 ，grant 俾间本地有公司做都好，乜都好啦，咁咪搞掂佢咯，系咪先？系，即系如果唔系我话，我觉得香港始终系一个死胡同嚟嘅，而家搞呢个的士嘅话，系你同佢讲个牌四百万又好，五百万又好，都系靠呢啲嘢，有一赚就拎耳仔嘅，就系收 cash 揾。跟住咧，其实揾唔到的士司机嘅，你知而家噶啦。系我就个朋友就同我讲啦，就系、是、的士牌咁样跌落嚟都几大件事啊。系咯，咁我头先讲咗啦，咁你如果我哋开个电动车嘅的士牌，系。咁咪再跌啲咯，冇嘢。再跌噶啦，冇噶啦。如果再跌就麻烦噶啦。唔系，作为我第一，我觉得你，我唔知点解会，即系我就从来冇谂过投资的士牌。系系系。咁我唔知道有咩硬需要，一定要去投资的士牌，都唔可以买车位算数啦。系啱嘅，啱嘅，系咪？啊，咁但系曾几何时，投资的士牌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投资工具嘛。所有好大部分嘅投资工具都曾几何时一个非常之好嘅投资工具。冇错，你讲啦，系嘛？我谂依家唔系啦，系啦。咁所以第一，如果你真系问我嘅话咧，我个做的士个朋友就话俾我听，第一搵唔到司机嘅，系唔够司机揸嘅，基本上系。咁好啦，唔够司机揸，咁你做投资个牌嚟做咩咧？你自除非你自己都揸，你嗱你唔同喎，我原来我自己一个我做一嚿钱，我谂住整个，
我自己揸翻间嘅架车，咁啊，咁啊有所谓咯，系啊，咁系啦，咁我就维修，咁即系我有一个起码一个实际我用得到嘅用途啊嘛。如果唔系好似我而家咁样无啦啦行入个的士行度啊，俾五个牌我，我谂住希望炒一转，咁你啊炒升值嘅咋？系啊，咁跟住啊，你帮我管埋，你帮我请司机，咁你睇到而家咁嘅状况，屌你都睇到个 video 啦，夜晚去兰桂坊嗰度兜嚟兜去，哦，铜锣湾啊，200蚊啦。300蚊啦，系300蚊啦，就跟住又唔停咁，全部都搭冚晒旗咁，做乜嘢啫？你不如唔好做啦。因为我朋友都揸的士嘅，佢话依家11点之后基本上冇客，即系香港啊改变咗。唔系咁，如果嗱，如果你知道系11点之后冇客嘅，你咪唔做嗰间噶嘛？我又唔做咯，我朋友咪唔做咯。佢系啊，我哋做间咯，你咪做咩？咁你做咩兜嚟兜去搵游客笨啫？即系就系咁，唔好话游搵游客笨啦。其实不嬲都有啦，兰桂坊出边全部冚晒旗，去边啊？啊，唔系做嘢，唔系做嘢，你做乜嘢啫？即系你想我点啫？你想我咩咧？500蚊去铜锣湾啊？唔好玩啦！即系佢其实就系想搵个好 des， 即系好 desperate 嗰啲人，的住条女又要落去，即刻要落铜锣湾嘅。唉，是但啦，300蚊就去啦，咁样嗰啲就成日等。就去想撞彩执翻转咯。系啊，咁但系你讨唔好咁捻讨厌啦，即系你嘅，即系其实即系，所以香港的士系冇，我觉得从嗰个需求方面，我觉得系已经冇得搞啦。咁你如果仲要去炒个牌嘅，咁冇好讲啦。系，同埋系真系唔合格啊嘛！你想深圳嘅的士而家全部都电车，全部都有车队，你起码你有咩事你要投诉，系投诉到噶嘛？日本嘅的士，你抌低咗任何嘢，你有翻嗰个车牌号码，搵翻个。车行佢边度够谂？你跌咗个电话，边度够谂代咗你个电话噶？香港你留咗个电话，打即刻打去即唔通啦！你个电话，你搵司机，你搵到司机佢都话冇啊，搵得唔到啊，唔知去咗边啦。好啦，我哋真真正听到市民对的士业嘅心声啊！我就唔讲咁多啦，因为我个非常之好嘅朋友咧就揸的士嘅，即系我都知道非常之好。我嗰个都系非常之好朋友嚟噶，小学识到而家噶，系咩？但系做的士行，你都照样攻击佢，真系。招喂，呢个系市民嘅利益，即系我自己私人感情摆喺度嘅。你有介唔介意讲咗佢有几多的士牌啊？都有20几30个。我谂系8个以上计嗰啲嘢。哦，铮铮有名的人啊，系啦，系。如果你要知铮铮有名，但系问题系，如果你咁样讲，佢嘅责任好大咯，佢系可以做多嘢嘅。其实是，但系佢哋冇做嘅，佢冇做咯，即系坐喺度会，唔系因为唔需要做啊嘛。你做咗个市场，系啊，个市场都唔需要你做啊，做咩啫？你如果日日走去收 cash 啊嘛，系系，唔系咁你当然要帮人去 manage 你嗰、那个，你冇即系如果我无端端买5个牌，佢咪要帮我搞咯？系啊，但系佢咪就系其实做呢啲嘢啫嘛，但系佢冇需要去改佢原本做紧嘅嘢啊嘛，亦都冇动力去改啦。嗯，咁系时候要放啲，即系一个。鱼塘要放第二啲鱼落去，等佢，即系你亦都好 sure 佢唔会听个节目啦。我几 sure 佢会听个节目啦。好啦，喂，仲云哥最近有冇睇咩戏啊？芭比你仲有冇睇啊？冇啊，日本未做啊嘛，我哋翻香港先睇咯。哦，芭比有睇，我啲女睇咗，得唔得啊？好笑啊！嗯，瞓咗觉，瞓咗觉，好嘢啦，咁即系瞓咗觉，睇啦。我话点解瞓咗觉嘅？佢话去到讲道理嘅部分都顶唔顺咯，即系道理讲咗几多？系啊，系啊，即系初头佢话好开心嘅，即系喺个芭比岭嗰度咧，系即系话呢个得意嘅咁。但系后屘咧，当佢哋套戏系讲佢哋去现实世界，即系你明啦，即系解喺度好 philosophical 嘅嘢嚟噶嘛。咁咧跟住佢拍之后又顶唔顺，佢瞓咗觉，今日走去说教嗰啲嘢又系好多说教咯吓，咁啊个情况系咁。咁又有咩睇过啲乜嘢？最近睇过卡通片咯，有冇睇啊 ？Netflix 有个讲嗰个日本 zombie 嘅，丧尸唔止100日。哦，佢哋我啲女喺度睇咯，系啊，嗰、那个几好笑啊，嗰、那个有套真人版电影添，有系系。佢哋应该系睇嗰个真人版电影咯。哦，系啊，佢有套卡通片嘅，咁其实都几得意嘅。系，咁就讲出呢个日本嘅社畜嗰个心声咯。系，因为其实佢好得意嘅，佢就讲，即系我说咗啦，讲讲嗰个大纲啦，就系讲有个系打工打得好辛苦嘅人，系
而一日突然之间发现咧，出街即系未出街喺屋企已经发现啦，即系隔篱邻舍全部变晒做 zombie， 原来突然之间就系嗰啲好似外国片咁样啦，成个 city 嘅人全部变晒做丧尸，系咁佢居然系觉得，诶咁咪唔使翻工咪好开心，就从呢个角度去讲呢件事咯，系跟住话好似有啲觉悟啊嘛。即系有丧尸出现，佢先有。跟住佢就先发现，原来人生系冇做，即系佢毕业以后系冇做咯。系就系日日净系打工咯。咁但系最近我都有一个咁嘅 case 系，我喺度都有教练噶嘛 ，train 去 gym。咁佢就话佢个老婆日本人嚟。咁佢个老婆嘅大佬就卅岁噶啦。系呢一世人咧，从来冇离开过日本。系就冇攞过 passport。咁啊，啱啱同佢傾緊，啊，不如聖誕我哋去新加坡啊，去玩下，等你可以離開下，離開下日本，睇下出面嘅世界係點啦。啊，咁啊講一大輪佢就好啦，有人帶住你，你唔使驚啊呢樣嗰樣。咁啊好啦，咁啊，咁我諗下點同公司講請假啦。跟住佢又好奇怪，我教練覺得好奇怪嚇，你卅歲人，未同公司請過假？係啊，未請過假噶，點解啊？哦，因为我哋都冇见过有人请过假，所以咪冇请咯。咁犀利？系，即系其实我哋系可能唔能够想象点解日本人系会过啲咁嘅生活。我都唔识。唔系，即系你好简单啫嘛，即系我成日都即系讲笑咁去讲啊。点解嗰啲电车人生事故啊，朝头早特别多嘅啫？吓，即系我会想象就系你临翻工之前，唉。哎呀，我都唔搞咁多嘢，是人打得跳落去算数嗰啲嚟嘅。系，而唔系佢做嘢做，你公司做嘢做得太辛苦，你走，你系走只天台跳楼嘅啫。吓，但系而家佢系翻工途中决定跳轨啊嘛。即系个意思系点啊？即系我意思话，佢哋系其实做嘢真系有啲人可能做嘢做得好辛苦、压抑嘅。系。咁喺翻工途中就决定搭下火车，都决定唉顶唔顺啦，都跳落去算数啦。哦，我明白。但系而呢样嘢其实系冇，我哋好难想象噶嘛，因为喺唔同嘅国家或者唔同嘅地方啦，你几唔中意份工，你咪做啫嘛，系唔做咪算咯，系啊，你咪转工啫嘛，冇一样嘢就系话，喂，我做咩要真系死顶死烂顶顶到咁嘅款啫？咁你呢度搵朋友咧都系咁噶？唔系，我谂大部分人都唔系，但系呢个都系几算系普遍嘅现象，因为佢哋视乎要视乎嗱，因为我识嘅日本人，我识得嘅都系偏即系因为去外国住啊，跟住同外国人接触多嘅，咁所以佢哋嘅想法可能系有啲唔同噶啦。系，咁但系如即系去外国读过书翻嚟嘅，咁梗系唔会有。但系如果你一个人系由细到大，你老豆老母已经开始教你，喂唔系啊，我就系想你读间好大学，读完好大学咧就有间大嘅日本公司，入咗大本公司你唔使谂咁多嘢啦，就一路做上去就得噶啦，呢个就系你人生嚟。咁或者你唔好轉工啊，先至嚟轉工嘅話咧，又對你即係其實人哋睇落去會覺得你好似好埋得啊，又對你印象唔好啊，所以你咧應該喺嗰份工要打好耐嘅。咁會有從就會有呢個狀況咯。而佢哋嗰啲老屎忽真係咁噶嘛？嚟見工，喂，點解你連轉咗兩份工噶？咩事啊？點解會咁嘅？咁你可能會好多係咁。但係呢啲事又係啲上一代嘅事啦。咁呢一代本應該都唔係啦。哦，唔係，因為因为呢个系老屎忽国家嘛，哦，呢个系老屎忽国家，呢个系老屎忽国家，因为你所有嘢你大部分时间唔系凭实力去上位啊嘛，而凭年资要上位，而系凭年资要上位啊嘛，系。咁如果你等咗十年上到位，你可以改嘅啲嘢其实系，你改唔改咧？梗唔改啦，咪系咯，即系啊，负责噶嘛，改唔改？而家就我喺度啦嘛。我等咗十五年坐呢个位置，你而家叫我改咗你呢个僆仔三年上我呢个位置，你黐线噶？咁呢啲事度度都有啦，香港都有啦。香港都会有，但系我谂香港嘅老细有机会会，即系你可以升到某一位置，你冇得升啊嘛，你真系好唔掂嘅。系系。咁下边嘅人可能会过你头噶嘛？系系。而日本就一定系年资，即系或者大部分都系倾年资。系系啦。好似系啊，我老婆接触嗰日本公司都系食古不化噶嘛，系啊，所以你冇嘢同我哋讲嘅，即系冇。如果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讲一样嘢，你叫我日本人做几耐打工嘅话，我一定会吐血咯。系，因为你就算有啲嘢提出嚟，明明系好嘅，或者系起码可以啊，不如试下啦，唔会，
点解唔敢做啊？因为我从来唔系咁做咯，因为我从来都系咁做咯。咁点解嘅？我哋不嬲都系咁做，即系佢答你唔到，但系佢唔知点解会咁做，但系佢就一定要咁做。咁点解唔改咧？总之唔改，总之讲到最尾就系唔改噶啦。咁所以，即系你话呢个法系佢入本，哎，唔系冇问题。我所以我成日都话冇问题噶。我中意呢度就唔变嘅嘢啊嘛。有啲好嘅嘢唔变咪得咯。我净系中意而家拣嗰啲嘢啦。但系你要佢进步，佢就唔可能咯。但系日本，你知最近有一件事都，我觉得几，我唔知道有喺个节目有冇讲过啦。佢嚟紧嘅一年，佢嘅军费会倍增。哦，咁得好简，好简单，即系本身好低啊嘛。即系我唔知道啦，即系我唔知道美国会进一步松绑啦，对日本。即系如果对美国进一步松绑，我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啦。哦，唔系，咁大不了到最尾就系呢度有核武咯，可能。系咯，咁啊，即系打翻珍珠港翻嚟咯，第一件事。好唔系，咁好老实，我唔觉得人打得咯。啊？真噶？我系啊，真噶。但系你曾几何时系一个非常之勇武嘅民族嚟嘅，即系打完世界大战嗰时冇晒噶啦呢啲嘢，唔系淹咗啦咩？淹咗咯，系咯，即系淹咗好多噶啦。唔系，咁当然啦，即系你见到最近打拳嗰嘢好激劲，系我知边个。喂，好奇怪啊！打拳嗰单嘢咧，新闻冇报嘅，点解咧？唔知，即系唔俾日本人勇武起来，唔知。总之就冇报啦。但系你嗰、那个大谷翔平啊，即系嗰个棒球选手咧，而家美国打波嗰个咧，我日日都有新闻。佢寻日嗰场波打成点样啊？哇，咁啊，日日都有嘅格斗嗰、那个，但系、哦、有冇关？嗰、那个好似冇。但系佢嗰个系攞世界拳赛嘅，我知啊，我知边个攞腰带抽得咯，系。嗰场拳我睇咗，屌冇得打嘅，我嘅嘢都我冇睇啊，我就系知道好抽，但系总之你睇住嗰场拳咧，即系好似我玩咁嗰嘢冇。咁啊，3000分嗰啲多唔多报道啊？嗰啲入球嗰啲系咪？而家唔系贵啊嘛？哦，系即系过两日就开波。系啊，佢开波之后可能会有咯，但系棒球我谂棒球呢个第一嚟嘅。系棒球就系不嬲都系最中意噶啦。但系打拳完全冇讲，我就唔系好原因。但系嗱，先如果讲翻佢哋嗰个整体性，我唔觉得而家啲人嗰个民族真系好打得咯。我睇啲人体格方面啊，即系你出街就睇到啦。啊，即系我觉得啲人又大只啲，系啊，即系似大佬啲，佢哋嘅神像男人似女人嘅呢度，系啊，即系都系咁。我觉得系咯，你见到啲偶像男人嘅标。男人的榜样应该是似那些嘛。是。那走走不理战场走走木村出来你都不是很怕的。哦木村咯OK 啊。木村OK 的。一六几cm, 140磅那你不是怕他啊。我不怕的。是啊还要有一点女性化倾向不用怕一点是咯。系咯，即系我当然啦，即系呢个系好笼统咁讲啦，但系即系呢个系仲有几样嘢噶嘛，佢哋成个国家系偏向左交噶嘛，系，咁你即系个个都系唔系好战，战争唔系好嘢，大家真系争在俾一齐牵埋手唱歌嗰只嚟啫嘛，系，佢哋每年都系有少少牵手唱歌噶啦，系啊，即系你想佢呢样嘢去改变到好勇武，除非有啲嘢打佢，即系我觉得要有啲嘢系。刺激到佢哋咯，即系有人嚟入侵。依家咪想办法，希望台海刺激到佢哋咯。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好笑噶嘛，即系你讲乜嘢啫？屌你打人哋翻嚟做殖民地，你而家话去保护人，你讲乜嘢啊？系系，你需要资，你系咯，你咩资格去讲啫？所以我咪同你讲咯，系我依家问你日本嘅人民做，佢哋有冇剑指珍珠？讲嘅再一次占古珍珠港，而家就呢个我更加系唔关佢事嘅。台湾关你咩事啫？唔系嗱，占指珍珠港咧，你首先要剑指咗咧，而家喺东京或者喺成个日本里边嘅所有军营先嘅。如果嗰啲嘢都剑指唔到嘅话咧，咁你一招啦，大佬。因为我觉得日本嘅政客咧，即系佢哋系想成个民族勇武啲嘅。嗱，即系佢哋知道系阉割咗噶啦。作为一正常国家咧，我系赞成佢哋应该有自己的军队嘅。系，佢哋应该有
基本保护自己的能力嘅。系，但系先决条件咧，你唔该踢狗走嗰班鬼佬先啦。你要人，你有军，人哋有军人喺你度，你已经讲完啦，你讲住嘢啫。你保咩护自己？人哋保护紧你，你保护自己，你点可能容纳有人哋军队喺度？即系所以我成日觉得嗰啲咧。而家禮拜日咧，朝頭早會有站喺度，揸車周圍走去宣揚嗰啲右翼分子啊，本係右翼分子，有我哋會喺嗰啲車喺度周圍遊行咁樣嘅，因為我當然將一筆拉就堅固咁啊，咁通常佢哋就梗係反移民啊，反又反外國人啊咁樣啦。屌你揸嚟我啲屋企呢頭做乜嘢啫？你喺人哋軍營門口度兜圈啊嘛，係梗係啦，咪係咯，主要我喺呢度行四個自由吧，有個嗰、那個佢話。你知话咩啊？美国嘅 media center， 我不睇就知军人乜嘢 media center， 你呃边个啫？我啲都点都唔系 office building 嚟嘅，跟住你又唔够胆揸车嗰度兜嚟兜去，你喺嗰啲嗰度兜嚟兜去，你讲乜？唔系啊，其实收敛咗噶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早嗰十年前咧，每年冲绳有一件嘅，你有冇留意啊？哦，系唔系啊？但系咁嘅。你如果去近翻佢哋近国会呢度嘅地方咧，门口系有人坐喺度，有入有几个人啦，三四个人咧坐喺度咧，就话要赶走啲军营。系，嗰啲通常都系冲绳嚟嘅，写咗喺度，即系拉晒 banner， 拉晒 banner 咁嘅，但冇人理佢噶。咁都系冇人理啦，得人冇理。即系只不过报警板咁啫嘛。系啊，唔系，即系咯，跟住都系三条友喺度咁咯。系，即系嗰三条友，如果其中一个即系攞到人肉炸弹冲入去爆嗰下，咪有人理佢咯。但系佢哋系啊，唔做噶嘛。即系我想讲咧，其实美国人都收敛咗噶啦。你发觉近十年咧就少咗啲嘢啦，少咗啦。我记得我记得就有差唔多有成十几年咧，系每年一件嘅。你记得噶啦？唔系，但系其系啊，有啦，一来啦，二来其实有好多嘢嘅。佢哋有啲武器定知乜鬼嘢，有啲嘢佢哋试咧，其实系有污染咗某啲水源。咁即系好多啲 news 喺度。系喺日本啲人都知道，咁你又点啊？但系咪又系冇件事？咁你话增军费你咪增咯，但系你讲乜嘢？你讲乜都冇资格讲啦。其实你国家有其他军队已经讲完啦。你咪即系我会如果有人真系同有日本仔够胆同我拗呢啲，我咪讲数问咯。系数取会有点解会有美军喺你哋国家嘅？你哋个 foreign policy 系自己 independent， 人哋叫你做就做。嗯，咁你系咪一个国家嚟啊？你仲可以同佢讲，你有冇睇奥本海默啊？系啦，掟落你度噶，系咯，啊，咁喺个套片里边系只系两句说话噶咋，冇人讲过你有咩事噶，系咯，系咪啫？掟落你度噶，你啱啱又完爆啊周年纪念啦，掟落你度噶，唔系，所以其实佢哋好悲哀嘅，但系真系悲哀啦。其实呢个世界嘅话，最悲哀即系如果我睇历史咧，日本系一个好悲哀嘅民族。唔系，咁你悲哀都唔紧要嘅，你悲哀你其实有时。你决定咗做走狗就系走狗啦，就唔好废，唔好乱咁废啊嘛，唔好再喺度扮其他嘢啦嘛。唔系，所以澳本海默嗰套系咁重要咯。佢点解会成为你依家咁嘅形象咧，或者一啲太监式嘅走狗，就是、因为澳本海默就系掟嗰样嘢啦。咁系，但系你佢哋好勇武嘅，你知唔知啊？佢曾几何时一个好勇武嘅民族，系用嗰样去惊嘅。你老母閪，揸战机就揸战机啊！你揾个战机冲南，惊你佢系即系打太平洋战争嘅时候，佢哋嗰个即系唔系笑佢哋啊！即系佢哋嗰种力量其实系震慑式嘅，揸住个零式战斗机，我唔系攻击你，我系车埋你个南桥嗰度。即系我嗰一刻，我觉得系将佢哋个民族嗰、那个你咩叫勇武，咪勇武咯。冇系啊，系啊，咪叫勇武咯呢啲。咁但系佢竟然喺一下子之间会变成咁样被阉割，其实呢个系大题目嚟，真系要讲。我搵一次真系要睇晒嗰本《超和天王》嗰本，好啦，厚嗰本咧，即系同你倾倾呢个问题。我其实觉得我唔明点解佢哋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俾人阉割嘅程度系咁犀利咯。我其实好唔明有阵时。系咯，但系我之前有讲过啦，我又唔明点解南京大屠杀发生噶嘛。即是一个无厘头的事。再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个即是我喜欢这里还喜欢这里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模式作用，应该作为一个榜样。OK， 啱啱。即是我不觉得啊这里这么舒服这么好呢，其实中国应该作为一个美国附国我们就很开心了。即是从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样的嘛，大佬。是。我不会安居到这样的嘛，即是有人是但是有人是这样的想法的嘛，你听。有。
地啲自由呢度有晒所有嘢，所以点解你见唔见到啊？有马里奥，有呢样嗰样，又有所有 I P 就喺呢度出嚟啊！你睇下我而家睇嘅所有漫画就系咁啦，就系、是、有一个咁嘅土地去孕育呢啲嘢出嚟。嗯，呢、這个土地就系因为掟个原子弹嚟出现嘅。我唔知佢点，我唔知佢系咪咁谂啦。但系佢咁讲，就但系咧，你睇睇翻对岸就冇呢啲嘢啦。我哋点点点，我唔担保系咪几十年之后都冇，但系而家对我提到有啦。咁你讲呢啲嘢做乜嘢啫？你呢个系一个好无，你作为一个国家，你觉得呢个好无性咩？佢做到任何嘢都唔系关系啦。你想唔想你从一个咁嘅国家度嚟先？冇自主嘅国家系一个好事嚟咩？佢哋呢个人啫，唔系，但系有啲香港人唔知啊嘛，就觉得呢度好啊，日本人自己知噶，佢哋唔系单止个咁嘅存在噶。但香港人唔知好正常，因为从来我哋都冇自己国家嘛，从来你唔好乱讲啊！香港唔系国家嚟噶，唔系，我哋从来冇自己地方嘛，即系冇归属感啊。其实我哋冇归属感噶嘛，系即系以前我哋就系英国系走狗，系而家我哋又唔当自己中国人啊嘛，嗰阵时搞我哋系问题咪咁咯，系啊，所以就见到人哋咁样就好羡慕，见到以为日本啊咁样就系正常。系咯，几唔正常啊！居然可以有其他国家嘅军队喺度，又话保护你，其实都唔知道做乜，系咪先？好，你下次继续讲个问题啊！咁啊，我今集本来想讲一啲关于我有个电影剧本写嘅，咁我哋下集先讲啦。反正多谢超人啦、下集我讲下关于至于个电影剧本嘅细节啦。好多谢云公车啊，差唔多时间，咁我哋下集再见，好，拜拜。拜拜！世界大战开始啦！全世界细菌动起来，病毒无处不在。要清洁地球，先要清洁香港。要清洁香港，首先要清洁自己屋企。各位家人，用家电，用卡电，用卡电，用家的水啊！你阿妈搵你，你阿爸搵你，你阿婆搵你，你阿妈搵你。而家每日响个不停，不知喷咗几多口水细菌，一秒钟啲细菌几个亿上落啊！一万干净晒，扎住电话点传染俾人啊？要养成良好习惯，万一个电话感染咗，拎翻屋企咪传染俾屋企人咯。喂，老婆啊，喂，今日阿爷阿嫲旅行完翻嚟，记得喷干净间屋，等啲老人家安心过年啦、啊。干净晒。加的水99.9杀菌消毒99.9除污除臭89.8纯净水无香料及任何添加化学成分。记住 like share 同埋 comment， 仲有记住，如果你未订阅我哋嘅亚洲电视频道，记住订阅我哋嘅亚洲电视频道。